大家好，我是超子，又到了吃新鲜玉米的季节。今天教大家快速脱玉米粒技巧，用2个玉米做3道菜。首先将新鲜玉米用手从中间掰开，用剪刀插进玉米芯来回转动，这样就可以轻松的把玉米分开，不会弄坏一颗玉米粒。然后用手把玉米粒搓下来即可。 这种方法非常的简单方便，全部处理完以后，将玉米粒放入盆中，加入清水清洗干净。锅中做水，冷水下锅，放入玉米粒，放入一点点盐，这样煮出来更加香甜。烧开锅以后，在锅中煮5分钟，煮熟以后捞出空水备用。接下来用煮好的玉米粒做3道菜，准备1勺煮好的玉米粒放入破壁机中。 放入少许纯牛奶或者酸奶，2小粒冰糖增加甜味，再加入煮玉米粒的水，将破壁机加至最大容量。放入1小勺煮熟的大米，增加玉米粥的粘性；1小块煮熟的南瓜，增加味道和口感。南瓜也可以不放。盖紧盖子，按下米糊或者养生粥键。 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做另外2道菜。控好水的玉米粒中放入1小勺白糖，少许生粉，也就是土豆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使每一颗玉米粒都挂上淀粉。锅中做宽油，将油烧至7成热。啥是7成热呢？油温210度到230度之间，将近冒青烟时，将油倒出。这个时候关火，倒入少许新油给锅降温。 避免锅体温度太高，下入玉米粒时，玉米粒会糊掉。然后再次将油倒出，将拍好粉的玉米粒均匀地铺在锅底，用勺子轻轻地压实。表面撒少许牛奶，撒牛奶有2个作用，一个是增加奶香味，最重要的一点是玉米粒粘连在一起，做出来不会散。再次用勺子轻轻地压实，浇上刚才热好的油。 油尽量浇在锅中间，不要沿着锅边加入。全部倒进去以后，这个时候开中火，用勺子轻轻的敲打，玉米饼就会飘起来。中小火煎炸2到3分钟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玉米烙，香甜酥脆，放凉以后都不会回软。锅刷干净，放入一点点油，放入少许白糖，放入剩下的玉米粒，开大火将糖炒至融化。 也可以再放入少许蜂蜜，增加味道。炒至糖融化以后，勾入一点点水淀粉，起锅装盘，放上少许松子，一道松仁玉米就做好了，香甜可口，有营养，孩子们非常喜欢吃。这个时候，奶香玉米粥也做好了，浓浓的奶香味扑鼻而来，口感爽滑香甜，非常有营养。本来教大家快速脱玉米粒的，一不小心做了3道菜。 玉米烙、奶香玉米粥、松子玉米，2个玉米做3道菜，一顿丰盛的早餐就这样轻松搞定。朋友们再忙再累，记得按时吃饭。感谢大家支持观看。